奏会，掌声欢迎我们的超级巨星 Gary 曹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那么四位媒体朋友们，我们的会议可以开始了。好，那我就请我的这个小弟。好，由我先好不好？啊，洛毅，那好了哈。Rain， 静静，曹哥的歌声呢是很好听，大家是公认的。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听你的歌，但是有点我很纳闷，为什么你在台湾的签唱会会选择在同志酒吧举办呢？可以回答吗？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其实是同志酒吧，或者是菜市场，或者是动物园，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唱的，我就去唱。其实不用想那么多。这第二张专辑呢卖得很好，而且在台湾呢还打败王力宏啊，被票选同志最受欢迎的男歌手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其实我一直觉得啊，我在做音乐，在做唱片的时候啊，我不可能打败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我，因为我没有在比赛。你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荣誉？我觉得有人喜欢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对啊，那是同志啊，是妹妹啊，对啊，是狗是猫，我觉得都很好啊。哦，大同小异。有时候我家里的猫真的，你唱歌的时候，它真的会坐着乖乖这样看呢。你这次在专辑里面那个封面脱衣服，是不是因为知道我们爱看呐？专辑的那个里面的照片呢、啊、都没有穿衣服，其实里面很多都没有穿衣服，几乎是没有穿。选择不穿衣服是，我是希望曹格保持最严实的那个人，就是我没有华丽的包装，我也没有很好的身材，没有很高，对、啊，也不是很帅。可是呢，这个就是 Gary 曹格，最直接的。那所以现在音乐哈、不只是音乐要做得很仔细，连唱片包装、意识形态的表达呢，都要让大家非常了解哦。哎，曹格嘛，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个唱将嘛。我听说你的声音可以飙得很高哎，你最高音到哪里？我唱得多高我不知道，那就是媒体朋友先唱一段高的，我比你高一点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来，老师，公平吧？老师，那个当然是。You are my superwoman。 好，谢谢。我不录了，我不唱了。不唱成那样，我不用唱了。不是，就是你一开始就说了，你比我们高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不用怕，挑战他。好，那我坐着唱哦。坐着唱啊！哇，什么的？可厉害了，坐着唱就赢了，厉害了。对对对，来。谢谢我们曹格今天来到我们的媒体格斗会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们赶时间。曹格有什么话跟大家说？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记者会，然后希望很快有机会再回来唱更多的歌曲给大家听。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曹格。来，对不起，我们回来了。准备回来了？对啊，我们是赶通告吗？那赶通告啊。到了。对，来这边打歌啊。这边是打歌啊，这边唱歌啊，唱什么歌？什么歌 ？Superman。掌声欢迎！哇，掌声欢迎！Left, right, left, right。雾气里的大眼睛眨不停，灯光使人影摇曳。今天晚上的心情很微醺，就让我们跳不停。我的爱这么多 ，Come on！ 你身上的味道让我神魂颠倒，你嘴边的微笑让我不想睡觉，跳一跳，扭一扭，转个圈，看着我，我就是你。Superman， 你性感很美妙，我全都感受到，让我的心跳快跳出来了。就是现在牵我手，然后跟我走，不要管别人是否看到。
天天控制了我的呼吸，我的呼吸有点急，喘吁吁，只听见心跳声音。我的爱这么多。想睡觉，跳一跳，扭一扭，转个圈，看着我，我就是你的 Superman。 你心感跟每秒我全都感受到，让我的心跳快跳出来了，就是现在牵我手，然后跟我走，不要管别人是否看到。你是并不是我，至少我。